今天和女大学生吵架了，可能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天。咱俩要不再去那后面转一会儿吧？那我觉得那后面还挺好看的。不要，走的太多了。那旅游不就这样吗？你不是想来北京吗？那个真好看，那跟小猫画的一模一样啊！小姑娘，小眼睛，小嘴儿，小鼻子，兄弟，你买我这画，念几万种准成。那这个是小鸡，吉祥如意。小兔子，五谷丰登，小太阳，小山，小兔子，小草，癸卯年，那个画，说今天晚上你还准成，兄弟。那您这样说，我觉得那我如果不买，那我俩是不是就成不了了？那我们就不买了，不买了，算了，不买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多少小情侣来我这儿买完画，今天晚上转成一次都没有试验过。那这样，我今天买您一副，然后那如果我们两个不成了，那这画怎么办？那您在这儿，我一会儿再找您退啊，还是怎么说？那这块我送您成吗？您看成吗？您送我这能成吗？话说刚才说，我刚才对不起，这话不该这么说，这话这样，我就送您，我向你雅成。行，那我觉得那给我吧。这三幅，就这幅了。你让姑娘选，你让姑娘选一幅。小猫，那就这一幅吧。那走吧，咱们走吧，咱们走吧。那行，给送你，送你雅成。送我？给送你。谁给你成的？咱俩去前面找个地方吃东西吧。不要，太累了。咱出来玩不都这样吗？来，好不容易来一次北京，那过来。干嘛？那来我背你吧。啊，不要。啊，你之前可不这样，那让我背你的，你上哪让我背你？别给我搞拉扯，别搞暧昧啊。怎么咱先转一转？好不容易来一次北京。那行吧，咱们回去吧。你咋走这么慢呀？快走。那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哦。那我背你吧。来。叫什么？喝那什么？吃的好吗？嗯，那个，其实也挺不好的，但是也挺不好的。走稳了。走了啊，走了。啊，好。一、二、三，冲！